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地狱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地狱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清科注》第891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，看起，如性心明月，动然明白。彻透彻啊，也指彻悟，真的开悟了，只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，开悟。为什么说自然中自然相？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是自然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诸佛如来，他看清楚了，听清楚了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自然。啊，他所见到的，所听到的，确实是自然中自然相。这一句话意思很深。那么自然中自然相，实在说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是因为我们眼见耳闻的时候，起心动念就不自然了。分别执着就更不自然了。念佛的人，无论看见什么，阿弥陀佛，无论听到什么，阿弥陀佛，他只起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你说他是不是自然中自然相？是啊，只要他能够坚持到底，自然中自然相豁然就明白了。那就是经上所说的动然明白，
一点都没有勉强啊！啊，明白是彻悟啊！没有人问他，他的心住在清净极面上，就是住在自然中自然相，起心动念错了。古人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，那是什么？有人问你，你才开口回答，开口就错了，不但开口错了，动念就错了啊。别人也问你，你动念头那应该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自然回答他。什么叫自然回答他？没起心动念，没分别执着，问什么随口就答复你。有没有答错？决定没有错。为什么？从自信流出来的，怎么会错误？啊，起心动念呢？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不是自信流出来的，阿赖耶流出来的。阿赖耶有分别，有执着。不自然了。念老底下举楞严经，楞严经里面有很出名的一则公案，狂人迷失本头，这是言入大头，迷头认言，到处找啊。这种例子，我们在小时候，学校有军训课，打仗嘛，跟日本人打仗，所以学生都要受军事训练，啊，训练天天都有的，紧急集合，啊，早晨教官。一吹哨子，紧急集合，三分钟之内必须服装整齐到操场集合。啊，就由于这个事情发生，啊，有人帽子戴在头顶上，紧急的慌慌张张，着急的不得了，时间又急迫，到处问人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？人家说，你帽子不戴头上吗？再一摸，果然在头上。跟迷头认言的时候是一回事情。啊，这是我们亲身经验的，有时候自己也有。啊，东西放哪里忘掉了。实际上摆得清清楚楚，
就是没看到啊，着急得不得了，急着团团转，到处问人，人家一点那个东西在那，果然没错，没人移动过。楞严经上有这个例子，举这个例子，到处去找不自然了 啊到人家一点醒，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？一摸头，头果然帽子戴在头上，那就是自然的 啊所以一旦狂泄，泄皆菩提本头完在，何等自然。比喻用意也很深，那我们在日用平常当中，从早到晚过的什么日子，不自然的，自然就好了，自然就跟佛菩萨一样了，入了自然的行列一切法本来就这个样子，又如古德悟时，古时候修行人开悟了开悟的说一句什么话呢？原来思姑是女人做的，思姑就是比丘尼，比丘尼女人做的，他没悟的时候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啊，要起心动念才知道，彻悟之后不要起心动念就知道，不一样譬如这本经没悟的时候，我们从头到尾念一遍，自己以为悟了，以为明白了，其实假的，不是真的有一天真的悟了，真的悟是什么呢？自然，自然就悟了，假的人不自然，我想这几句经文是什么意思，这一想就不自然，不想就自然，那不想能悟吗？能，想是决定不能悟的为什么？你不自然不想才自然了，豁然开悟，有人一提一问立刻就冒出来了中国古时候人都说这种情形很多，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？很多人有这个先见境界不是一个两个，是普遍的。为什么是普遍？人人皆有佛性，只要你不障碍，什么是障碍？起心动念障碍，那叫不自然。
不自然就是障碍，自然就没有障碍，就这么简单的，就这么容易啊！凡夫成佛了啊！我要想怎样怎样，那就迷了，不能想啊！这个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？不是，为什么说不是？要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，我们就不懂啊。不是啊，是什么？谁的意思？是你自己的意思。是你真心的意思，前面讲真正真中之真啊，主中之主啊，啊真主啊，伊斯兰的上帝叫真主，啊，既是真，又是主，主之外都是宾，宾跟主是一，不是二。大乘佛法里没有假的，纯真无妄。什么人能证得？回归自然就证得。自然是什么样子？自然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自然了。啊，心里面没有念头，妄念没有，正念也没有。念佛，念到功夫深的时候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容易懂，无念而念不懂。啊，念而无念比较好懂一点，是什么？没有诸念佛的相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念佛，诸了相啊，真的没有这个念佛的念头，佛号一声一声没有中断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没有中断，念念都是无助，无助啊，念念的生心，生阿弥陀佛这个心，生心跟无助同时不二。身心时候就是无助时候，无助时候就是身心的时候，这是什么？理业心不乱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念佛真功夫啊！我们凡夫只看外表，不知道里面，啊！如果念佛人着了相了，
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了，这不会呢？为什么不自然？啊，海鲜老和尚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一句一句念下去，念到功夫成熟了，自然中自然想，那是理业心不乱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他就看到整个宇宙是自然中自然相，整个宇宙啊，通通明白了。这个明白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明白，这是真的啊，有起心动念假的这里头有密意，密意告诉我们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不可以起心动念，我们读经如果起心动念是凡夫在读书，如果不起心动念，他是在修大定。没有起心动念，读经是修定，念佛是修定，无论干什么，只要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都叫修守楞严大定啊，都在修自然中自然相，所以念老在这里前面告诉我们，祖师说的宗门极则是禅宗，禅宗里面修学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个啊，在净土里头理业心不乱，又如早知灯是火，饭熟一多时啊。那下面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，比丘尼是女人，灯就是火，都是自然中自然之相也啊，灯不就是火吗？这灯火啊，古时候没有电灯啊，都是点油灯，这灯就是火，火就是灯啊，现在点电灯不一样了，灯就是看到光没看到火，啊，随着自然中自然相，非常有味道啊，我们要把它学会，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行住坐卧无一不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，什么叫自然？记住一句话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就是自然。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不自然了，不自然就麻烦，
小的麻烦是生烦恼，大的麻烦是动干戈。动干戈什么意思？战争啊。现在战争，谁不怕黑雾？这是科学家带来的，中国人自古以来不崇尚科学，为什么？有智慧的人告诉我，明白人告诉我，那个不自然，不自然就会有烦恼，就会有问题，所以不走这个方向，教育不走这个路，走伦理，走道德啊，走思维八德，好啊，太平盛世。人天福报享受到了，走科学技术，人天福报都想不到啊！这个东西很能诱惑人，没有定功的人遇到了，就会走向偏邪啊，偏走偏了还不可怕，走邪了才可怕啊！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不走知识，科学知识不走这个，走智慧这条路，啊，要把自然中自然相，让大家都能够体会，都能够明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它会帮助你明心见性。没有定功，这一句做不到，多少有一点定功，你才能体会到，没有定功，体会不到。啊，下面说，又如为悟者，没开悟，为善是善，水是水。这些都是禅宗里面的话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凡夫啊，开悟的人呢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悟了。这是小悟，要经历这个过程，过程到大彻大悟之后啊，是彻悟者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这个悟彻悟跟没悟不一样，说出来是一样，意思完全不一样啊！什么是真的山？什么是真的水？彻悟的人明了，凡夫不知道啊！高峰禅师说：“
原来只是旧时人，不该旧时行旅处啊，只是任旧何等自然。什么原因？人开悟之后彻底明了，我这一生怎么来的？凡夫连个业报都不明白，生死冤枉啊！到这个世间来投胎，冤枉来的；死了之后，冤枉死的。这种人太多太多了。觉悟的人呢，生知道从哪来，死知道到哪里去，比一般人高明呐。彻悟的人怎么样呢？彻悟的人，生无所来啊，死无所去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不立自信呐。自信动了没？没动啊。就像我们看电视。生是怎么回事情？屏幕上有了画面了，画面出现了。死是什么事情？我把频道关掉，画面没有了，只剩下屏幕。屏幕是一片光明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们用这个做比喻，比古时候讲要方便多了。古时候没有这个东西，很难体会啊。真妄在一起啊，你看，有色相一定有屏幕，如果没有屏幕，色相落空啊，频道按下去看不出色相，没有屏幕啊，这就是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不离自信，自信是屏幕啊，代表的是法身。法身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啊，心理现象也没有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这个自然中自然相，谁看出来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看出来了。无论他干什么，他没有过错。为什么没有过错？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这就是自然中自然相啊。他做了没有？没有起心动念，他做什么？他没有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可是一切现象又现起。妙啊。自信得用之妙，妙不可言呐。
所以我们今天初步得到的一个概念，那就是决定不能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真的没有物质，没有念头，没有自然现象，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？起心动念能生万法，虽生万法，万法了不可得。啊，物质现象存在，我们看到的存在是相似相虚相，不是真的相似。真的相似是每一个念头现的相都是相同的，那叫相似啊。可是事实真相是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，决定找不到。没有相同啊。那么这一些这个相，这一个相，它存在的时间有多长？我们今天把频道打开，看到色相，这个相在荧幕上时间多长啊？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，1%，1秒钟，100张啊，这一张过去了，消失了，底下一张现前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个念头的速度，我们讲波动的频率是1秒，我们的电视啊，那眼前我们看的人事物，它的频率多少呢？我们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把它计算出来，1秒钟多少张？2240兆啊，不是四十张，是40兆。2240兆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是兆啊！我们怎么会有概念啊？难为今天的量子力学家把物质这个问题搞清楚了。物质是什么？他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结论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。这个意思我们听得懂，很多人听不懂。没有物质的存在，这物质看的都是的，接触的都是物质，怎么没有物质存在？真不存在。啊，1秒钟这么高的频率，啊，是2240
兆分之一秒，一秒钟他已经换了多少次了？换了2240兆。是真的没有啊，金刚经上说真话，色界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是什么？色是物质现象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啊，鼻能闻到，啊，手可以摸得到的物质现象，它不存在呀。一秒钟他已经换了2240兆次。我们在肉身，哪个身是你？一秒钟你整个身体已经换了2240兆次。哪一个像是你？我只有一个，总不能说我有2240兆空空啊，个个都是讲不通啊，是的，根本不自在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不但我们身体，整个宇宙六根能接触到的六尘境界全是假的啊，全是不可得，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，真正不可得。那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面对这个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何等自然。那解答这个问题是，这个问题是自然中自然相，这就没有了啊！妙相庄严，这个话说给谁听的？说给九法界众生听的，他们听得懂。如果说这个话统统都没有，九法界众生听不懂。要什么？要法身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，他脱离十法界。他知道没有离开十法界，在十法界里面都不知道。我们今天佛说的说十法界里面的事情，科学家证明，佛说众生用意识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用思考啊，我想我思想，这是第六意识啊。第六意识的能量特别大，对外它能够想虚空法界，对内它能够想到量子粒子微尘。但是就是圆不到自信，这一句话告诉我，科学家不能明心见性。为什么？他不自然，他用数学，高深的数学，用仪器来观察，他不自然。那么佛法自然，他不用这些东西，也不用想，不用思想，也不用这些工具，
啊，只是念头没有了，妄想念头没有了，豁然开悟，通通明白了，这都自然，自然中自然相啊！啊，这一句话是最低的限度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：原教、大乘原教、初住菩萨证得啊，他见到自然中自然相，哪个相？一切现象全是自然中自然相，你的心怎么平等的、清净的，不再受染污了啊，不再分别了，分别很累呀、啊，操心啊！你说我们读书要想里面的意思，那很操心。那不自然，念书怎么念？一直念下去，经里的意思不想、啊、用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方法去读经，读上千遍，再读上千遍，读上万遍，再读上万遍，有味道，会开悟。为什么？它跟自然相应，它是自然中自然相，就会相应啊！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？就是因为不自然。道理在此地啊！所以，高峰禅师，高峰我们很少数。我们三世心念佛寺中峰禅师。那你就从中峰你就想到高峰，他们是师兄弟，元朝时候人啊，都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大德，说得好啊，原来只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旅处，只是任旧，任旧就是自然啊！你到世间来这一趟，自信变的，到最后呢，又回归自信，你说多自然啊！我们身，我们的念头，心。我们活动整个宇宙空间都是自性变的，大彻大悟者又回归自性，这个自然啊，所以也是中文的话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啊，全是自性的本有的无量智慧，自性本有，这些开悟现前了，何等自然，本有的嘛，不是从外学来的，道德高尚的道德也是自然，自性本有，啊，向好，向记经典上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像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庄严之基础啊，自性本有的，人人都有法身，都有报身，都有应化身。佛所有的哪个人没有，所以障碍放下之后
一切就真的，大彻大悟就真的，何等自然啊！不要丝毫勉强啊，勉强错了啊！那我们今天过日子，我们要想到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你说多自然啊！我今天想吃，明天想这样想那样，何等的不自然，还生烦恼啊！啊，得到的欢喜，欢喜也是烦恼啊！你起心动念了，你就不自然啊，没有忧喜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对立的念头都没有啊，看到整个宇宙平等的，是一体，是一个自然相里面找不到任何分别，分别找不到，执着就没有了。所以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。无明用得好，无明就是无知啊。啊，今年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联合国认识的人多了啊，我们的往来已经有十年了，第一次去参加活动的是2006年啊，今年是2016年，11年啊，这些朋友们，因为我跟宗教联系，所以他们知道，就把代表里头有宗教的，统统找来跟我见面。那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上，应该有40-50人，大家都在讨论现在的社会，和谐没有了，动乱让人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欢乐，只有忧郁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，我左面跟我坐在一起的教廷大师，梵蒂冈的主教科文组织大师，他跟我坐在一起，啊，跟大家谈话，他就说了，什么原因？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人无知。我很佩服他，他能说出这句话，真的。怎么样造成物质？如果有智慧，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无知就是说佛家讲的贪嗔痴，因为你吃才会有贪有嗔，
啊，叫三毒烦恼，吃是根本，得不到就嗔恚啊，啊，就发脾气啊，得到了就贪了，啊，总是想据为己有，啊，真正得到了又怕丢掉，没有办法定下来。啊，无知两个字讲得太好了。啊，我很感谢联合国他们替我安排这个聚会，哦，有宗教信仰，而且都是宗教里面知名人士跟我见面，我非常欢喜。啊，我特别提出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希望所有的宗教都能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是教育，一点都不错。你看看中国词汇，宗教这两个字，诸位查查字典，宗什么意思？教什么意思？别去查宗教，查宗教那个说法有问题，我不赞成。啊，要单独去找什么叫宗，什么叫教。啊，连起来，意思很明白了。啊，宗有三个意思：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三个尊崇，尊重、崇高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啊，对社会大众是教化，对学生是教学。啊，这两个字连起来，就是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多清楚啊！一点都不含糊。再加上两个字，意思就更明显。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。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？为什么宗教传这么多年？啊，教主讲出来的东西是经典，为什么是经典？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都是开悟的人。用佛说的全都是佛，啊，用他们讲神说的统统都是神，啊，佛也是神，啊，都是真主，都是上帝，要明白这个意思。啊，他们是在同平等的阶层，都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他们说出经典，你仔细去读它，你去研究它，80%相同。他要不是真正开悟，自信流出来，怎么会相同？阿赖耶识流出来的不相同，自信流出来的相同。为什么？自然中自然相，就这个道理。阿赖耶不自然，所以它不是觉悟，它不是从自性。科学家所发现的全是从阿赖耶。那么佛说的阿赖耶的能量可以让第六意识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就是物质现象、念头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可以通通能够用科学解决，就是见不了心。他圆不到自性，他还是凡夫，
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不像佛法了。佛法是舍，通通舍干净了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障碍，自心的障碍完全除掉了，突然开悟了。啊，开悟说出来的经典。自信流露的，将来你开悟了，你说跟释迦牟尼说的一样，跟阿弥陀佛说的一样，跟十方诸佛说的没有两样啊，那都是一个自信嘛。所以这叫真，真真，真真真心。啊，这个真经不是他们专有的，个个都有。一切有情众生统统有啊，无情众生也不例外啊。啊，无情众生，山河大地，山有山神，地有地神，树有树神，水有水神。所以我们对于植物，对于矿物，对于山河大地要尊重，要慈悲，不能伤害它。我们生活上需要用它的时候，有一点就可以了，不要拼命去开采把它挖光啊，挖光他也会生气啊！他有麻烦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痛苦。啊，不要以为他无知，他给我们同一个发心的。慧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我这个身自信身啊，大家的身都是我自信身，树木花草也是我自信身，山河大地也是我自信身，同一个自信，自信就是真心，能生万法，妄心不能生，阿赖耶妄心，阿赖耶不能生，真心能生，妄心能变，真心不变，妄心会变，把它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这么多的种类，是阿赖耶变。真心生的时候都不变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有离开自性，何等自然，我们要用回归自然，一念不生，我们的障碍完全放下了。啊，不执着是放下见思烦恼，不分别是放下尘沙烦恼，不起心不动念是放下无明烦恼。这三种方的放下，开悟了。开悟之理何等自然。啊，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多有意思，一一皆是自然中自然相，一一皆是清净本然。
叫其味无穷啊。我们要能体会到啊。啊，所以自然说的什么？整个宇宙的真相。整个万法的真相一样都没有漏掉啊，真的是自性本然的真相啊，实相啊。所以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皆是清净本然，一切皆是自然中自然相应，这味道十足。下面讲根本，根本是讲的本体，一切诸法的根本，也就是一切诸法的自体。大日经里的书，一生与二生，这我们刚才说过，我一个人生，加上你的生，他的生，啊，地球上有70亿人生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有无量众生生，啊，这些生同如本体。本体是自性，都是自性生的，都是自性现的，同如自性。此证明根本之意啊。什么叫根本？诸佛如来证什么？证实了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体。谁的自体？自己的自体。自性是一个，没有两个。变法界、虚空界就一个自性。这个自性是真火，是我的真身。大乘佛教里称为法身啊，法身无相啊，在净土中叫做常寂光，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法身，常不生不灭，这是常啊，寂是清净，它没有染著，也就是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这是寂的意思。啊，光是比喻一片光明，在哪里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常寂光啊，极乐世界有常寂光净土，那就是回归于自性，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。万缘放下，回归寂光，何等自然。啊，我们今天从科学的呢得到一点常识，知道光有很多很多种，我们肉眼看到的光非常有限啊，比我们肉眼能看光波长的看不到，比我们这光波短的也看不到，我们只看到当中这个跟我们眼睛眼球相应的这一点，
啊，譬如像 X 光看不见，紫外线也看不见，啊，用科学仪器来观察，看见了，我们看不到的光，不知道有多少，真的是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我们这个肉眼不行啊，啊，慢慢提升，提升有天眼。你所看的世界不一样，就看得很大了。啊，今天科学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，我们只能看到三维空间、两维空间，啊，四维就看不到了。啊，维数有多少？无量。化身大师能见无量维次空间，那声闻缘觉，那个能见度也非常高，他能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尊佛的教化区。啊，这个我们能相信啊，不会怀疑。啊，《大日经》上这句好真话，一生有二生，乃至无量生。这个生就是本体的意思。啊，树，树木的主干叫生。啊，山河大地通通用这个生的做代表。啊，万事万物跟我告诉我们同一个身，这个身叫本体，这个身叫法身。法是万法，万法之身是一个身，是一体。你说要不要爱？怎么能伤害？所以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，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。啊，不修佛的人不知道，身如大乘的人知道。啊，真正知道了，他的行为就改变了，变成大慈大悲，慈悲都是爱，可是慈偏重在得乐，帮助众生得乐欢喜，啊，悲帮助众生离苦叫悲。啊，慈悲心是我们自性里头第一德，这个德讲道德，道德在哪里？自性本具的万德万能。啊，万德里头第一德是什么？第一德就是爱。你看所有宗教，我们怎么样团结宗教，用什么理论，就用一个爱字。所有宗教经典没有不说爱的。啊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真主是仁慈的，通通都是讲一个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所以我们用仁慈博爱这四个字团结全世界的宗教。啊，这是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，啊，共同的一个善念。决定不能违背学佛的人，学佛菩萨的慈悲。啊，天主教基督教学神爱世人。啊，伊斯兰教学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没有叫你杀人，没有叫你害人了，
没有叫你妄语，没有叫你挑拨是非，没有叫你搞贪嗔痴，所以宗教要团结，宗教团结世界就和平，宗教不团结世界没和平啊。宗教要怎样团结？宗教要回归教育，依靠经典啊。我要求我们澳洲是一个宗教啊，请他们在今年年底要完成他们经典里面的一部书360，啊，经典分量太大，没时间看，把最重要的、最好的句子揭露下来，给大众看，揭多少条？360条就可以了，啊，变成一个小册子，每一个宗教都变，我们宗教可以团结，为什么？我们就读这些依教奉行，这个里面80%都是相同的。啊，不同的很少，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一样，历史不相同啊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那是小节，无关紧要。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，希望联合国能有一个半个宗教大学，这我对联合的希望啊，培养真正宗教的人才，弘扶人才，宗教落实爱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一生二生乃至无量生同如本体，这是说明说经上根本两个字的意思，我们要把根本找出来，我们要落实根本，落叶归根啊！落叶归根就成无上道，何等自然呢？那么本还有一个本心的意思，就是本源之自性，又叫本性啊，乃固有之性的有根本，这个有字至关切要。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所有一切负面的是自性里头没有的。你要用自性里没有的，你很烦恼啊，你很痛苦，要用自性本有的，你很快乐。为什么？自性本有的是智慧，自性本无的是愚痴，是无知。你要有知还是要无知啊，你要无知到外面求，外面没有东西，心外无法，你向外求不到怎么办？向内求。中国儒释道都向内，都不向外啊。道家成神仙，儒家成圣贤，佛法成佛菩萨啊，都是顺着本性啊，都承认本性，
本性本善。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范围太小了，那个善是一个赞美的词，它好到极处了，无法可以形容了，用这个善字形容，这个善字代表它太好了，好到无法形容。这个我们要肯定，古今中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主张行恶，认为人都是恶人啊，不教再学不好。我们不相信，我们相信本善啊。如果这个本善的人放在极乐世界不教也好了，我们这个世界是说你不教它就被污染了，就变坏了，你要好好的教它，有智慧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它的本善就能保持很久。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都懂这个道理啊，一生命运不好，生活很清苦，但是他读过圣贤书，他不甘心堕落，他不做恶人，再苦他也能熬过去，他也不作奸犯苦，这就是本善啊。所以由根本这个太重要了。你要是对这个没有信心，你就不会开发你的本性。用什么开发？戒定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求世间的小善，升官发财，那叫小善。用什么可以？用戒就可以了。啊，戒什么？戒除一切恶习，也就是你行善的善果，你造恶就有恶报，因果报应。也就这些眼前的，那也是何等自然啊！你自信有的啊，真正学圣贤，真正学佛菩萨啊，他命中没有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没有财布施，这一生没有财富，贫穷；没有法布施，没智慧，愚痴。日子就很难过。如果他受圣贤教育，虽然清苦，他能够受得了，还很快乐。自在啊，这荣耀有德行，有修养，不会为非作歹啊，平安度过他的一生。这读书明理呀，不敢堕落啊，现在甘于堕落的贪嗔痴慢，填满了他的身心，
他能得益于一时，享受我无限制的享受。可是时间很短，几年出世了，果报现前啊，到那个时候苦不堪言，后悔莫及。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。现在这个世界人，过去人家求富贵，富快乐样样不缺，贵有崇高的地位，有声望，受人尊敬啊，心安理得。现在贵不安，富不乐，你说你多可怜啊！死了以后多三卧倒，麻烦可大了。所以这个有，如前面举的比喻，如狂人之有头，决定是有啊，根本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孝，是敬。孝敬这两个字肯定是有。只是没人教，现在社会上看不到孝，所以学不到。我们这个年龄就沾这一点光，啊，小时候我出生1927年啊，我们中国中华民国是16年，那个时候虽然进入民国，民国要学西方啊，不学中国传统，可是传统的风气在啊，国家不提倡了，可是孝顺父母的人很多啊，讲义气的人很多，有慈悲心的人很多啊，所以很穷苦的人的时候日子也能过，富有的人会帮助他，布施给他一点啊，讨饭的有，讨饭能过日子，还能养家啊，为什么？他到外面去乞讨，人家真给他啊，他家里人要多的话，他带这个钵啊，带一个盆子面大一点东西，他讨了之后回家还要养家嫁人在社会上能看到啊，孝悌忠心呢，现在没有了，看不到了。小孩成天睁开眼睛就看电视，电视教的什么杀盗淫妄，他看这些啊，这好风气看不到了。从前自己家里头父母对祖父母的孝顺，祖父母对曾祖父母的孝顺都看过啊，亲戚朋友朋友邻居邻里乡党都看过，多守本分，多遵守五伦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这最基本的。那个时候还有在跟日本人打仗，8年抗战之后没有了，看不到了。我回到家乡去，这种风气没有了，负面的逐渐逐渐取代正面。
这个很可怕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在南京念书，啊，也是家境困难，交不起学费了，啊，我必须自谋生活。那一年，20岁。啊，21岁，我父亲过世，他45岁走的。我们家庭生活来源就断绝了。啊，我到台湾，找一个小工作，你想想看，没有学历，没有资历，没有人事背景关系，你能找到什么工作？啊，仅仅能够维持自己最基本的一个生活。啊，一个月再怎么节省，大概只能节省20块钱。太辛苦了。啊，遇到佛法，就感谢方东梅老师，他把佛法介绍给我。我那时候爱好哲学，我跟他学哲学。他为我讲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凭什么？凭孝敬。我们从小养的这点孝亲尊师没有忘掉，啊，对老师的恭敬，他看到了，啊，可能是他在学校教书多年，老师对学生像我这样恭敬，他没见过，所以我们的这些课程不在学校。我们那个时只希望能到学校去旁听，啊，老师告诉我，现在学校45年前台湾大学，就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些话我听在耳边，老师拒绝了。希望落空了，当然心里很难过。我那一年23、24岁，啊，最后老师开口了，说你真想学这样好了，你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们又好，9点半到11点半，2个小时，一个星期一次课，2个小时，我感恩呢，我们一分钱学费没交啊，啊，老师替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哲学。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没听说过。啊，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句话特别中意啊！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们梦寐以求，不敢想啊！哎，
居然有，我从这里入了门，我从这进了佛门。啊，入佛门之后没多久，我想大概就两三个月，我第二个愿成熟了，跟张家大师的愿。啊，方老师是把这佛法当哲学学习，那这个张家大师是专家，专学佛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找张家大师，张家才慈悲，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，我跟他三年，我佛学的根底就从他那奠定。孝敬决定是有啊，不是假的。怎么教？一定要从小教啊，从三四岁就开始教，一辈子都不会丢掉啊。都知道恭敬，看到年老的跟自己父母年龄差不多，自自然然你那个孝道就出来了啊，不是你有心有意的，你表现在外面自然的，不是从小养成啊，自然相。如果不是从小培养的，现在到十几岁二十岁到大学才讲这个课程，他当作学术研究，他做不到。真正做到要小孩，要从娃娃抓起，从小孩做起。才能见效啊！啊，小孩还得有环境，这个环境我们可以制造。啊，真正想这些大人家长能够明了通达传统文化，我们。都希望后代的子孙能成圣成贤啊，我们可以选一块好的土地，在那里建一个小村，我们这个小村采取封闭式的，为小孩扎根啊，在这样办学，办幼稚园，办小学，办中学就可以了。啊，中学毕业，十七八岁，他有成就，他有根了。纵然到社会上看不到，他自己会表现很好。不是扎根不行啊，这个小镇做成了典范示范作用，其他邻近的村庄看到了就会跟进也想学啊，然后渐渐形成有一个城市一个县做到了，好啊，那是全国的示范点呐！
香港回归不少年了。回归之前，我在香港有一段时期讲经，每一年到香港来讲一个月。啊，第一次是1977年，第一次来讲了4个月，以后是每年一个月。香港可以在特区，啊，可以办传统学校，啊，用传统的教材，再次的培养圣贤教育。那香港今天宝地呀！啊，我相信全世界人都会到香港来学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有这几句话，决定是有，不从外得。啊，傅大师兴亡命里头有这么几句，黄年老都把它引用在此地。兴亡命说：水中言味，色里是颜料，软衣服染衣服的染料，里面的交情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。啊，这两样东西都是平常生活不能避免，染色没有交情染不上，有交情就能染上。啊，水中盐味的更平常。啊，我们早晨起来喝一杯盐水，有盐味，盐没看到。啊，这就是平常生活当中说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。这先举比喻，然后再告诉我们兴亡一会儿。身内俱天，面门出入，应物随情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其中决定是有这四个字，道破诸佛密藏啊！哎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！那我们现在来说了，兴亡兴亡就是真心，真心是自信，在不在我们身内，要不在身内，我们这些就没有了。心现心生呢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心现心生的，它在哪里？就像我们看电视，我们的身就像色相，啊，我们的心就像屏幕，真心像屏幕一样，决定在一起，它在现行，它能行。如果它不在，你就看不到了，所以它一定在这个身，每一个细胞里头都有。啊，兴亡一会儿，
不但真心一合，妄心也一合。妄心是什么呢？是你能感觉得到，真心感觉不到，从来没有感觉到真心。妄心是起心动念，这个你能感觉到啊，你看到见这个色相啊，生了个念头喜欢它，或者生了个念头讨厌它，这都是妄心啊。真心见色没有起心动念，记住，不起心不动念见到的是真的，见到真相啊，真见见到真相啊，真听听到真音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用的方法。梵文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。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成就的？成佛的。他修文性，我听声音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跟音声的自信相应。啊，色性是眼见的，音性是耳闻的，相性是鼻闻到的，味性酸甜苦辣咸，味性舌头吃尝到的。真正用功的人，向内不向外啊，外头没有。向内才能成就啊！啊，随着外面虽然不见其心，啊，他决定在心内面门出入。啊，面门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在眼角前看见了，没看见出入，在耳是听。应无随心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这两句在修行人才行，他有功夫的人才行，没功夫不行，没功夫见色闻声不一定自在，喜欢就自在，不喜欢就讨厌。不但现前有这个不同的境界啊，有正反两面，还会延续到好几天。这个幻象他念念不忘啊，老想着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，他不能够见完之后他就放下，他放在心上生烦恼啊。不生智慧啊，生的是贪嗔痴慢疑啊。这就错了。那么佛法里面诸佛的密藏这决定是有收获，诸佛的密藏就是自信。如果你是唱自相指什么东西，可以说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五句话当中第三句
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自性里有什么？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不断在地球上的东西他不缺，太空里面的东西他也不缺。人间天上都不缺，诸佛刹土也不缺。啊，他要有缺，极乐世界的众生就不能到诸佛刹土。啊，他有阿弥陀佛加持，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几乎平等。阿弥陀佛现无量无边身，到十方世界戒严众生往生极乐。每一个往生的人同样也能现无量无边身，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经，真管用啊！可以把无量无边的佛法在一时圆满了。为什么？一个身跟一尊佛去学一个法门，十个身跟十尊佛学十个法门，他无量身跟无量诸佛各学一个法门，把佛法学完了，学圆满了。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决定是有啊，不是假的啊。啊，我们把大师啊，这个念老这个注解念一遍，盖为人之兴亡，决定是有。如水中盐味，其味确有，但是这个味的形状则不可得。你不知道啊，啊，譬如盐味，盐味是咸的，舌头清清楚楚啊，但是这个味的形状像什么样子？没有，这不可得。有曹山，曹洞宗的祖师，这个洞在现在日本还有，在中国好像没有了。啊，祖师告诉我，只要知有便是。无论烦恼无明之事，曹山祖师这句话要记住。为什么？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。我们有没有救？有救。为什么？我们真心里都有。真心在哪里？就在这个肉身里头。肉身没离开真身，真身没离开肉身，那就发生了。发生在哪？发生在肉身里头，肉身在发生里头，它两个融合是一不是二。无论烦恼无明之事，有决定是有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故此有字万不可放过啊。下面自然只有根本这一句
我们留在下一次再学习。今天时间到了。你看这经，莲公为我们戒取跋涉八十三种经论，每一句话有根有据，前面的话傅大师说的，唐朝时候人潮汕老和尚禅宗大德慧能大师传下来的，后人分为五个宗派五个宗派：灵系宗传的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了，但是在日本有曹洞宗，还有人祖师所说的这些话，只要我们只有，我们就有希望净土法门知道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有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信愿持名，真正能往生，往生人有，现在还有，只要你留心，你都会遇到所以他给我们带来信心，给我们带来希望自然只有根本，我们下一次从这读起。